问来自太平的同事 Shrimp Bear。 Shrimp Bear 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？之前我是做网卖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加入 Koway 大家庭？在今年的年头1月。为什么你会对我们 Koway 的行业有兴趣呢？因为我看到我的同事啊做到很不错，不是很不错，是做到很好。那 MCO 对你之前的行业有影响吗？有很大的影响。那目前你是在 Koway 做 full time 还是 part time？ full time。 你在 Koway 这行业拿过最高的收入是多少？目前最高的是7800。7800元的 sales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 sales 有些是上网哦，有些是身边的朋友哦。那你觉得 Koway 这个行业容易做吗？对我来讲是很容易，不难，没有像之前做网卖做到很难。那你会继续在 Koway 里面加油吗？会，肯定会。OK， 好，谢谢 Shrimp Bear， Thank you， 谢谢。